可以先抽福袋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你们怎么都聪明，然后做成两支影片是不是？深夜的福袋台竟然暴死在电脑前，连警察都上门了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今天来是 Happy New Year， 是这个北斋，然后福袋两个，一个是上棋下棋。我跟你讲，我抽个艾雷宝三我也爽，我抽个旧剑。我也是宝一，我也是开图鉴，抽个这个三十单的男人，我可以笑称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懒兄弟啊，你他妈抽了三十单抽不到，我抽一个福袋就有了。你看就是这样，天选之人。公傻我也是宝三，其他的呢，我还蛮想要这个白枪的，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拿到呆毛系列的棉被王盘，然后抽个冲田我也觉得很盘，对，最盘的当然是这个后面这个那个女人，如果抽到那个女人，干我就亏爆了。因为我他妈好像已经抽了他两张了，我记得印象中我抽了他两张了。来来来，那个女人是吧？宝一，这只是歪出来的，我记得对，歪出来的，我从来没有抽过他，抽过一次，那次是抽宫岭的时候歪出来的。然后其他的话，上山起跳谁比较雷啊？哦，这个，这只我再歪就是很尴尬，这只已经歪出来两只了。对啊，拜托不要再歪在阿提拉。然后还有谁啊？还有谁也歪出来？棉被王。棉被王、爱看王抽几只？两只，对啊，我真的很怕，对我剑有点太多了。然后冲田好像还是保一吧，对啊，这只其实保二也无所谓，对，无所谓，反正伤害都差不多。公子的话，我想要抽好了啦，那就金闪闪好了啦。对我这个 flag 立起来，我们就教授，要不然就金闪闪，我觉得都赚。枪子的部分呢，狮将、白枪，甚至是枪虎，我觉得也可以。然后。拜托撸了，不要再来了。然后那个男人或者是黑贞德，我觉得都很赚。对，好啦，今天把它抽一抽好了，我觉得有点麻烦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持有19颗，发薪日是礼拜八月二号，三号，下礼拜一才发薪。我里面剩4000块，哈哈，哥，我没有钱缴房租。等一下，糟糕了，怎么没有钱缴房租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钱缴房租？等一下。嘿、hey, ，我确认一下，我钱到哪去了？我看一下转账活明细。我在7月25号刷了三单嘛，2390嘛，然后7月20号买了这张椅子嘛，买了10000块，然后这样扣一扣，20000块。啊，对耶，这样确实好像真的耶，对，抽卡抽掉了，所以我上个礼拜就花掉了20000块哦。啊，难怪没有钱。难怪他没有钱，我下个月再转账给他好了。如果用这张信用卡，就只能再刻一单，剩4000多块嘛，不到2单哎、欸，哇，糟糕！我现在拖什么时间？当然是拖52啊，当然是52分拖一个福袋啊，现在48分了，我们再拖一下就有了。好，我刻一单，只能一单，对，只能一单，就一单。北斋很香啊，真的很香啊，他这只角色真的是画得很优秀啊，哎呀、啊，但是我其实没有想要特别把他抽到宝二，就是有一张就不错了、欸，就那种感觉。啊！干掉这只能扣一次，好可怕哦！我的石头要变多，但是我荷包要变少了。3点快到了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50分就抽完了，不要紧张。这么快的东西，说不定我们今天等一下就抽完福袋，就顺便就把北斋按一按，今天这个影片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就在晚上凌晨3点，快接近3点了，好不好？已经从我们前面这样分析了一轮之后呢，我确定我要抽这个上池，上池我们要。狙击谁呢？三只黑针、那个男人以及我们的金闪闪。我只要都抽到这三只，我都很开心。OK， 我们这个凌晨的开台，史上最早开台抽福袋的，就是我，就是在下了。抽52分，来一只新的好不好？新的，那么你来两只我也高兴，两只一次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没有 B 卷，这有什么 B 卷？就一定会出来 B 卷，野酷王好不好？转过来 ，Avenger， 他刚才有跑条，所以应该是新卡，应该是新卡。我至少确定自己不会盘了，绝对不会盘。对，剑池都不要给我转金，我们就安安全全的下庄。他们为了要在这个漫博上面就要展出这个第二章节的东西嘛，所以一定得冲到那个地方啊，这没办法，就只能开火车服了。新杰吗？啊，这个没有啦，我心胸怎么会这么狭窄啊？这个是应该是保底嘞，就是保唯一张而已。我以为会出两张五星，没有啊。这张就这张，好，整过来 ，Avenger， 不要。
子，是不是？开始录了，等一下。啊！干！操你们啊！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干！啊！啊！啊！不，我操！不是，为什么是撸了？我看他撸了。啊！我不，为什么？我盘了。不是，我不想要抽他宝二了，而且抽他宝二没有用啊。哦，我真的不应该铁嘴的。我不应该铁嘴说那个女人的，干，哎，我今天在我的 FB， 然后贴了一个说，快看，是那个女人的街机版的林庄解放，结果呢，晚上就出那个女人了，干。好，我们阿龙抽一抽好了，反正随便按一按就好了啦。没抽到就算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单我就送给他了，好不好？送给他了，就送给他了。这一单如果没有抽，就放弃了。我就放弃，我没有再加课了。哎呦，这个其实李庄的那个卡面都还不错哎，那个新年的卡面都还不错。好，两张新卡，再来，阿龙来抚慰一下这个实况组受伤的幼小心灵吧，好不好？女人，赶快出来哦！现在狱主的心已经伤透了，那个圣女已经没办法要治愈我疲惫的身心了，需要你们这些阿荣、这些外乡人、人，我觉得半夜抽卡好可怕。不是，我之前半夜抽卡也是暴死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觉得半夜抽卡真的好可怕。哎，有了，来了！谢谢各位。出货咯，耶、yeah, ！是不是？耶耶耶！哟西哟西！啊，这么简单？哎，这不是我愿意的啊！这么简单？好，睡，出货了，收工！还宝二嘞？看宝一跟宝二是有差吗？是有差吗？你告诉我，宝一跟宝二差很多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是，在这里。绘画感是不是？没错。他们都说我的脸很像金城武啊，没错，非常有金城武的那种感觉。宝二是不是？你说把剩下30颗抽完，看有没有宝二啊？好，送他。我先把护符换出来，护符10张，舒服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等一下10张出货，干我就是人类二了。这边再给他5张，我有15张。请问一下，15张是要怎么抽不到？你告诉我，我把十五张换完，就抽得到啦。干，今天这个晚上深夜开台的次郎是无敌了。告诉你们，我15张按完，怎么可能没有？你告诉我，来，怎么没有？快点，宝二，我要收台了，膨胀了，没有膨胀，我只是比较嚣张而已。这绝对不是膨胀，膨胀跟嚣张是不一样的。我现在是因为晚上开台，现在情绪必须要拉的那样，比较亢奋一点，不然我好想睡觉、啊。来，哎呀，怎么没有呢？来啦，不要再花石头了，好不好？抽完就好了，佛性抽卡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缘分到了，自然就会来了。缘分不到就不会来了。我剩下最多按这个好了。如果这个出阿比，干就屌了。啊，没有啦，不要怕，各位不要怕，好不好？抽完睡觉。你看，不要再想保二了，不可能呐，摩柯林呐，你他妈真的是做梦了是不是？怎么可能保二？不可能，好不好？你真的以为天天在过年哦？现在几号？8月1号。你以为是吗？现在是2月1号，在放春节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好了，最后一抽，没有，一定没有，怎么可能？真是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，各位，睡觉了，现在凌晨3点了，该睡觉了。什么宵夜账？干30抽抽到叫宵夜账哦？
三十抽也是花钱抽的啊！你真的以为我是那些玩家啊？十抽就保二的那些玩家，然后这边留言晒卡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、欸、你天天十抽出货是不是？那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做白日梦没了没了，收台了，谢谢各位啊！收台了收台了，感谢各位今天晚上的收看啊！我们再来就不用开台问我说，哎、欸，次长那个福袋抽了没？没有抽完了，我们抽到那个女人啊！拜拜。